迎收看111不整点新闻，我是今日主播无厘头，没错，就是没有头。好的，今天开始我们先关心今日头条消息。这几天受到气温骤变的影响，造成心血管疾病发作的比例增高以外，以及现在最近天气太热，造成热衰竭的死亡人数相对增加。而日前呢，有公司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发了一套智能晶片空调仪。听说此产品还可以送出冷热风，帮助人体调节温度哦。而在紧急的状况时，又会使人失温的情况，也可以暂时的缓解，让人免于失温休克。这么神奇的法宝，让我们将现场转交给我们资深记者尤里头。是的，主播相信各位观众朋友对于这样产品都非常的好奇。现在就让记者为各位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产品的功用是为何。我们可以看到它后面有一个白色的装置呢，它是可以送出我们的冷端以及热端，以及再加上下面的 CPU 的风扇呢，它可以再穿我们的冷风热风吹入我们的体内，让我们的体内呢也能够享受到有如冷气房般的舒适的空调。而且最大的特性呢，就是当我们电源端正负两端交换的时候，它的冷热端就会交换，再加上我们 CPU 的风扇呢，像我们的冷风热风吹入我们的体内，让你想要有冷风就有冷风，想要有热风就有热风。而且它的携带又方便，让你在户外的时候想来一点风就有来一点风。而它最大的它的优点呢，就是它对地球呢是相当的不易破坏的，因为它节能又简单，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冷媒。好，现在跟着记者的脚步，我们来看看到底它可以运用在哪个地方吧。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天气变化影响最大，就是我们的年长者了。当我们年长者天气变化大的时候呢，它不仅可能对他的心血管疾病的发作几率会增加，所以当我们家中长辈穿上这套智能晶片空调，一时就可以不用害怕寒冷的冬天或是炎热的夏天这些天气容易变化的季节，因为它们内部有所谓的冷热风，可以帮助我们体内做一个人体温度上一个调节。而它的重量呢，也比一杯手摇饮料还轻，因此我们可以长辈们带出去串门子。而它的电源呢，只需要用常见的行动电源就可以供给它使用哦。然后除了给老人使用以外呢，它也可以当作山上紧急处理装置用哦。比如说当有人发生危难，可能有失温现象的时候呢，可以马上将它穿在身上来防止体温的散失哦。看到以上这么多的优点，你是否也想拥有一件呢？也希望未来大家都可以人手一件，享受到随身空调的魅力哦。这是记者尤里头在我们各我们会场呢为大家做的报道，我们将我们的现场呢还给我们主播。好的，我们谢谢我们尤里头记者在现场为我们做专业的解说，相信大家对他智能晶片空调仪都有一定的认识了吧。但大家对于它的应用呢都有一定的认识，可是他对于它的原理、它的理念呢，或者以及它如何产生冷热风的概念，可能都还不太清楚。那在首先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画面中呢，这是一片智能晶片，它就是我们产生冷热端重要的来源。再加上我们在智能晶片上面呢，装上我们的鳍片散热器，但是鳍片散热呢，它可以提供让我们的热呢可以散出去，也可以让我们的冷也可以散出去哦。以及在散热器旁碰面呢，你可以看到我们是做来的一组 CPU 的风扇，这个风扇可以将我们制造冷端或是热端吹风出去，就可以形成我们需要的冷风或是热风。看了上面这些介绍，你是否心动呢？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哦！111不整点新闻，我是主播无厘头，我们下次再见喽。